就一个内部都外部接受进转，这已经是活到人中地狱，就是在人里边已经是，这已经太厉害了，怎么能人中活的地狱，在人里边还在人道里边，就是活到了最高等级。否则我们其实还在动物道啊、地狱道啊、恶鬼道转悠呢，你还在其他道转悠呢，真的是，你看着是个人，但你还在那儿转悠呢，所以苦是避免不了的。你就如果内外不动，你还是个人，但是在人中已经很尊贵了，人中第一嘛，阿罗汉称。但是开始是忍受的，会有一些得失感啊，忍受啊，苦啊。但是只要你觉得为了修道，你不抱怨、不嗔恨、不这样，有个正确的理念，一个月、两个月，甚至有两三个月就过了。就是说，觉空不倒，还有觉受，说，哎呀，真的惭愧，我真的空不了。但是你已经很清净了，就是已经初尝自在的法味啊，就是感觉有点自在了，那才叫空，不是脑瓜不转。你要是内外不动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你看过去，就拿你的肉眼看过去，时间久了，如果这个外界不牵引你，你拿肉眼看过去，你就知道每一个相啊。假如每一个相。就是你就能了解什么叫《金刚经》说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就说这些相还在这儿，但是它对你相对于它就显现出无常的一面，它不断的生灭，因为你这边不执着了，因为你一执着，它就是定相，知道吗？你一认知它是红的白的，它就是个定相，对你相对你的系统来，它是个定相。如果是你在这如如不动不变气，时间久了。这个相就不是定相，叫诸相非相。这个相已经不是固定的那个相，即见如来呀、啊。你就马上可以见到空性啊！你对外能见空性，对内也一样，这就叫见性啊。所以这样见性，明天这就是六祖坛经里边说，你拿着刀上战场也能见性，内外不转你嘛，战场不转你嘛，那个境对你。没有影响嘛，里边内景，但是这个外在的诱惑是，其实先转，一般是先里边不动，你知道，如果里边动，外边你是抗衡不了，外边肯定转你，因为先有六根才有六尘嘛，对你来讲，眼耳鼻舌身意先，你认为是实有，那么色声香味触法就在外边，就会建立起来，那么你认为六根是无眼耳鼻舌识。不是固定的，这个是有局限性。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只是这么一个角度，它只是一个角度，它其实不是眼耳鼻舌身意。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只是三维一个角度，知道吧？只是一个角度，在你的系统里面只是一个角度，这个角度是有局限性的，所以不要被它转。你知道你的觉受是一个假象吗？是个三维角度的觉受，在圆觉里边，这个觉受是不存在的。所以你不要被觉受转，不要被受转，受想行识都空，都不转你就是空，不转就是空。安住在法界，不是安住在你的肉体，你的心永远是安住在法界的。如果你这样子修行，你就意念就是内不动，不动就安住在中脉也罢，就是什么安住在这一条中线上，如如不动。但是你见地上你知道，那就是你在法界里。在见地上明了就是这样的。如果你只是说你见地上啥也不知道，知道吧？什么中观这些都不知道，我只是告诉你，从身体里边找一个中轴线，然后安住在那儿，一守着，你有啥用呢？你去身体里边、肉体里边想找一个细细的线，然后把它一念守在那儿，你觉得你会成道吗？所以见地很重要，你先要懂得很多很多理论的东西，然后 OK，你就可以安住在中脉，安住在那不动，身体里边内不必不必内转，不必外转。当你的头脑里边很多东西开始空的时候，你的身体才会空。当你内观身体的时候，你觉得你的身体唰那些线那个线就下来了，就是空的。你也不用坐在那儿把说我做法界的时候，不用把肉体放大，也不用缩小，你就是这么大，法界就你这么大，法界就你这么小。我说法界就刷好大，一说肉体刷又缩回来，我感觉你不要这样动不行吗？法界这就是概念文字像嘛，
你知道，我说个法界你就认为是大的，说个肉体就认为是小的，这就着笑了，已经又被转了，你知道，这改文字想如果不动，守着你该守哪是一样的，如果不要想。